的名字呢叫王义成，我是一个骑着公路车去送外卖的英语老师。我在疫情期间巅峰时期，我的体重竟然已经到80斤了，因为我已经保持75左右的这个体重保持了快10年了，然后突然涨到80斤，我个人是接受不了的，所以呢我就通过这个方式去试试看，没想到效果真的蛮好的，因为我现在的体重大概是71到72，这个变化大概是十几斤的变化。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容易增肥这件事情，在疫情期间工作状态就是待在家里面，然后坐在电脑前面上网课，吃呢我这个人又是属于那种管不住嘴的人，就意味着很容易堆积脂肪。我的原则是一次只送一单，我一直有着这么一种想法，我送的不是外卖，我送的呢其实是惊喜 surprise。 我基本上大部分的单如果不是特别远，都能在顾客指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送达。他们会发现哎，今天怎么订的外卖就是这么快就送过来了，我希望他们内心有一点小小的惊喜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吧。看视频上澎湃。